64071，然后要那个，还要那个，那个？这个玩意儿要吗？这说明书书啊，没有。说明书不要。说明书不要。对对对，你哪里买的？我是因为我也是商家，我是卖的，他妈从那个供货商那边拿的货。哦，你也是卖手表的？对对，我也是卖手表的。那你卖手表自己不会看表的？这真的？我不会看，我也才做半年。你说让我很懂行，我也没。那你们很那牛逼，这搞半年也去搞，那前段的人也搞了啊。你这是五月份的。赚钱嘛，没办法嘛，是不是？要想赚钱嘛，你总得拿过来鉴定一下，心里有数嘛，拿货嘛，心里有数。不然的话，我也不敢拿货。没问题了。没问题是吧？这什么表呢？天梭的。多少钱买的？2600万，2600啊？那你买了再去卖呀、啊？对，因为它官方价格比较高嘛，没问题是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，谢谢。然后这帮我看一下，两个，对对，我拿了两个。我这些年轻人可以了啊、哦，搞半年做，我们这做了20年的都不敢做啊。哎呀，为了做为老，被逼的呢，被逼的呢，你为了赚钱呢啊？为赚钱。这个包括怎么是文件的呢？这个啊，怎么没日期，啥都没有？这个玩意儿，他没写好像。那你们自己用手填上去啊？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他应该是。哦，你这样卖表的啊？这什么表？之前说哦，这个不好看，这个怎么看的？这个没底盖也没看得到，石英表，对对对对，啊、这样东西，应该是石英的吧？石英表，啊、对对对对这个不好看，这个，因为这些都里面也看不到的，只看外观的话。那没什么的了，看外观没什么。那这个真假呢？这个就不好看。这个不好看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些东西从外观看的话，这反正这些东西就是说看做工和工艺这一块。这个石英表应该很便宜。对。对，这个的话采购价不贵，这个才千把块钱。啊？这个才千把块钱。千把块钱。啊，对，千把块钱。对。千把块钱，我觉得那不会有正宗的。石英表，你说贵也贵不哪里去。那石英表它是天梭的，也得你要是真正的渠道吧，最起码有3000块钱左右。因为卖估计就市场价卖，也就是3600、3800。3500。啊，3500是不是啊？对对对。你要是1000块钱的，你这个货来路不明，它这个不是什么正产出来的。像那个人有那个玩意都写的好好的，东西搞得好好的。那不是什么原装正品。这个你看他这个搞的，因为他这个有这些玩意，还有这些东西肯定的，你看见没？而且从哪里来的商家，各种情况。这东西看见没？对你这个啥都没有的东西啊，对，像我的对吧？对，好的，谢谢。但是你那个石英表啊，那肯定不是什么原装的，不是原厂的，我跟你说。哦。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你说。没事没事，没事，你说了就行。这东西怎么说呢？说到就行。好。行。淘宝上面卖。上班之余做点小买卖。是那可。这个很正常的，业余搞搞。对，哎呀，那这次我得退给他了，他妈的，这就坑货了。线上。对，线上，你这个。京东还是、京东还是淘宝啊？淘宝。淘宝。对对对，因为拿不这个东西怎么说？京东的话要授权的嘛，授权就要50-60万，咱拿不出来。要拿授权的话，这个岛就不这个岛的话得卖4000-5000的。没事，5000的话，你干个毛线？对，赚一点是一点，可以啊。有些人贪便宜的都可以。是，没错。这个问题不大，包装盒这个东西不大。对对对对，这个东西不值钱的吗？哪里都有嘛。它最值钱的还就这个手表了吗？对对。包装盒这东西，别掉了。这盒子的新款盒子，搞的新款的。好，那这次我就退给他了，他妈的。那你自己看，对，自己看有无所谓。没有，有你们帮我看一下，我心里有数了。看不是你1800，你怎么能买个天梭的？能进货的？那暴利。暴利，他卖这些世界的，原来是从那边买回来弄的。对，这东西怎么说呢？因为，可能人家说逮到一个是一个。是真的，那淘宝上卖东西好多都是真好。对，逮到一个是一个。那老马说的话，50块钱你买劳力士。好，谢谢啊，没事没事，谢谢。